今天我来到云南，然后我要来开箱他们的特产鲜花饼。只要吃货只要一看外形，大概就知道好吃。很香哎！我只要吃什么都会有芝士哦。想吃玫瑰有好处，雌激素如果你要散发的很好的话，要喝玫瑰水。它变漂亮。女星郭书瑶日前因积欠管理费登上媒体版面，怒撕住家大楼公告的嘴脸也被监视器拍下，过往甜美又正向的形象全毁。曾参与本季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的她，近来则是积极经营中国市场。日前她在社群平台小红书晒出品尝云南特产鲜花饼的吃播，大赞浓浓的玫瑰馅料很香外，还透露自己平常会喝玫瑰水养颜美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画面中郭书瑶身穿细肩带洋装，低胸设计让她的丰满上围若隐若现。我只要吃什么都会有芝士哦。想吃玫瑰有好处，雌激素如果你要散发的很好的话，喝玫瑰水。我平常就会喝这种，所以其实玫瑰花对身体是好的，对女生是好的。它变漂亮，希望还有机会可以来云南。不少粉丝看到后还喊漂亮又可爱，多多营业，爱看。不过也有人不放过他的争议，忍不住开酸抱歉，看到你就想起欠缴管理费，台湾捞不下去了。这个快递放很久了，看下有没过期。